项羽，名籍，字羽，又称子羽，公元前232年诞生于世。据史书记载，他身长8尺，力量过人，作为被秦始皇吞并的楚国将门之后，于24岁时随叔父项梁加入反秦战争。其才能气势超于常人，并在吴中一带得遇挚爱今生。沛县亭长刘季想见见余家姑娘，阁下找舍妹有何指教？啊，原来是令兄啊，刘季有礼了。听闻令妹美貌，天下无双，绝无仅有，想来看看。舍妹不见陌生人。
迪儿啊，这位姑娘到底是何人，让你如此上心，这么快就去下聘礼吗？带人去拿相娘圣旨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大胆项羽，打死我大秦官兵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我只是出手相救。少废话，来人，借此机会放你。先走吧，我随我赶过来啊。行。谢谢。不谢。妹妹，我在想，我们还是离开他们吧。为什么？毕竟我们和他们认识的时间很短，不了解。妹妹，项羽两次舍命救你，可见他对你是一腔真情啊。那我们就更加不应该拖累他们啊。要走也可，可是依目前的形势，我们还是不能马上离开他们。哥哥，一者我们戴罪在身，秦兵在四处搜捕我们。二者到处兵荒马乱，依附着他们也有个依靠啊。我看还是再看时机，找到一处可安身之地，再提出离开之事也不迟。但是小姐现在真的不能走，你还是忍耐着点吧。
我心里想什么？我的话你懂得吗？你把我掀起狂飙，我把你纵横天下。你把我掀起狂飙，我把你纵横天下。于姑娘，于姑娘，向大哥。呀，向大哥，啊，我说我们家小姐喜欢小兔子，你还真弄来了。啊，好，给。向大哥，谢谢你。啊，不谢。时间不早了，君儿，送向大哥出去吧。这。啊。哎，向大哥，怎么不坐呀？君儿，快向大哥倒茶。啊，不必了，哥哥，向大哥就要走了。对，不打扰了。哎，你怎么对向大哥这么冷淡？难道你看不出他对你的心意吗？我怎么会看不出他对我的心意呢？所以，我更加不能耽误他。你说什么？越是看到向大哥英勇威武的一面，我越是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。你怎么这么想呢？向大哥所要的是一位能和他驰骋沙场的巾帼红粉，我所追求的是安安定定的生活。我并不想嫁给什么大英雄，天天住军营，和一群大男人在一起，这哪像个家的样子啊！妹妹，你……哎。哎，子期，于姑娘，我正想找你们呢。今天我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哥哥。啊，我于妹子来向你辞行。什么？这……你们行军打仗，多了我们几个，一定会有诸多的不便，所以……哎，我项羽正想保护你。战火连天，生灵涂炭，是我所不愿也。向大哥。妙意宁愿平平凡凡地过这一辈子，你明白吗？向兄弟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为什么东西？过去看看。到了，去把秦明引开，我们俩先走。
哥，快，妹妹，快，走吧。说得好，我要一直把你带在我的身边，让你感觉到在我身边你永远安全。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。在这个世上，也只有向郎能够保护妙义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向义之外，再没有别的男人能够配得上妙义了，对吧？保护于姑娘，不许妄动。
有劳你了。哎，小人先给我退了。嗯。杨毅，你都看到了吧？就算那厮有几百人，我也毫无所惧，没必要为我那么担心吧？那是因为你曾经令我担心，不过现在你又令我放心了。这就对了，我项羽的女人就应该有这种安定的感觉。相成果然易如反掌。大将坚守城池，小的早有归顺之心，望将军饶我郑瑞一命。全城上下一律坑杀。你怎么全身都是血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啊，哦，不不不，没有没有。来人，杨毅，项郎，可否打胜仗了？啊，襄城已破，全城陷落。那么全城百姓呢？嗯，都被屠杀了，对吗？项郎，那是几千人的性命啊！杨毅。战场之上，强者胜，弱者败，弱者往往会赔上性命的。可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屠城之中。英布说的对，他们是秦兵，将来会反叛的。现在留下他们的性命，将来他们会反过来要我们子弟兵的性命的。再说，我也不会把粮食给他们，让自己的兄弟饿肚子呀。向郎，好了，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们。不辱使命啊！你真舍得好侄儿啊！为叔攻下薛县，你又从襄城凯旋归来，真是双喜临门的。恭喜襄将军凯旋归来啊！侄儿，入内详谈吧。好。杨毅，来。项将军，这纪将军怎么带着女眷行军呢？我也不大清楚。走。项兄弟，项兄弟请留步。父子有何事啊？项兄弟，老夫跟你想说几句心里话，不知道能不能给老夫一个机会。先生有话不妨直说嘛。那老夫就多嘴了。项兄弟身为项燕之后，当属名门望族，而且重任在身。项兄弟少年英雄，打起仗来更是英勇无比，今后肯定是前途无量，还望将军珍重啊。先生言重了，我项季只当效忠叔父，除灭暴秦，给先人报仇雪恨。项兄弟既然有宏图大志，就应当顾全大局，帮助项梁将军去寻找楚王后人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项兄弟胸怀大志，老夫甚感欣慰。不过据老夫观察，项兄弟不愿出营去寻找楚王后人，是否有另有原因呢？
夫子此言何解啊？老夫只想提醒相兄弟，不要因儿女情长的缠绵所耽误，更要以夏桀商纣为戒，不要被红颜祸水断送了大好江山、锦绣前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请相兄弟恕罪。俗话说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老夫对相家叔侄可算是一片赤胆忠心呢。我要告诉先生，虞姬从未影响过我，他更不是什么红颜祸水，我也更不是什么夏桀商纣之流。哼！杨毅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伤心了？没有，向郎对我好，我都一一记在心里。可是你千万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的大事，那样的话我会感到愧疚的。打天下是男人的事，打得打不得要看自己的本领，为什么一切都要怪罪在女人身上？向郎，你听我说。好了，苗姨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你耽误过我的大事。知道老夫祭奠的人是谁吗？老夫祭奠的人，那是老夫的侍妾。他跟着老夫几十年了，相濡以沫。为了不拖累老夫，他甘愿自尽。向郎，我怎么能舍得离你而去呢？杨毅，苗毅，来呀！将军，见到过虞姬姑娘吗？回将军，今天早起我看见她拿着包袱离开军营走了。走了？
去哪儿啊？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，你就留下。啊，留下？我留下，我能去哪儿啊？这漫山荒野的，到了晚上还不让野兽把我给吃了呀？小姐，你和向大哥怎么了？是不是闹别扭了？你不说话行不行啊？那有只小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迷路了？哟，这样你看它受伤了，快把它抱一下。来，乖，别紧张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带你回家。看到虞姬他们的踪影。君儿，你看前面就有羊群了。小羊，马上就能回家了。你好，这只小羊是我们在前面找到的，它一定是迷路走失了。小姐，您真是好心人。这只小羊受伤了，我们家小姐把它包扎好了。小姐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可是，他把你的手帕弄脏了。没事的。走。你看，他多高兴啊，终于可以回到家了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这天地之大，却没有我可以容身的地方。连迷途的小羊也能找到回家的路，我却……原来小姐和在下一样，都是一只迷途的羔羊，无家可归啊。你怎么哭了？你在这里牧羊而居，又怎么会无家可归呢？我的家，我的家哪在这儿啊？这一大片范围都应该是我的家园。小姐，这个人古古怪怪的，实在让人可怕，咱们还是走吧。不，听他说话的口气另有一种气概，绝对不像是坏人。我所伤者乃国破家何在，我所痛者乃前世不肯提。往日牧的事都是百姓黎民，哼，今天我却要以牧者为生，可气，实在是可气。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？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将军，将军，我们找到楚王的后裔了。对啊，向龙，我们找到楚王的后人了。是吗？嗯，我这就把他带来。将军，他就是楚王的后人。在下项羽，恭迎楚王后人。苗羽和我是注定要在一起的，日后谁再敢起歪心离间，便如同此弩。向龙，吉儿，休得无礼。叔父，得罪了。走，吉儿。大好良机，项羽被美色所累了。是，这个姓项的太不懂时机了。
不只是他吧。向郎，不要生气了，喝杯茶消消气吧。哼！向郎，我擅自离开让你生气了，妙意向你赔罪。哎，快快起来，这事与你毫无干系。其实妙意不告而别，也只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，影响到你的千秋大业。苗毅，你别老犯傻了，如果没有你，千秋大业又与我何用呢？再说这次是你找回了楚王的后人，是你带给我的大功劳啊。我也只不过是运气好才会碰到王宗的后人而已。希望这以后范老先生能对苗毅有所改观。别理那老匹夫，一切有我呢。向郎，你别。苗毅，你听我说，从今往后不可能再有人把你我给分开了。保全嬴政，专权苛政，怨声载道，群雄并起而反之。信我江东子弟将楚王米氏后人寻获，此乃天命不仁。吾等愿用楚王孙兴为怀王，率领群雄即日复兴我大楚国号，以灭秦魏大志。愿武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我刘邦愿与项羽结拜成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回去吧。夫人，你已经有孕在身，怎么还能让沛公离开自己呢？谢谢你啊，于姑娘。夫人太客气了，沛公远行，照顾您是我应该做的事儿。不过，夫人也太大意了。女人怀孕，自古就是这个样子，小事儿一桩。您说什么？女人的事情，再大也是小事儿。项将军和我们家沛公，都是心怀大志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应该以大事为重。我是沛公的妻子，就应该让沛公在战场上无后顾之忧，免得拖累了沛公。夫人真了不起，当真是女中英杰，和您相比更觉惭愧。于姑娘，您言重了，我比你年长，自然应该懂得比你多一点。你跟我来。于姑娘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互换法书，结为异姓姐妹。今后项将军和沛公出征打仗，我们留在家里也可以互相有个照应，你觉得如何？夫人的话正合我的心意啊。今后你就是我的好妹妹了。好姐姐。
哎呀，小心了！哎，哎，哈哈，打中了！哈哈，苗姨，哎呦，苗姨，苗姨，苗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真把你打疼了？苗姨，苗姨，哎，苗姨，你跑，你跑！为何他们能如此快乐，而我的男人却如此不堪？这谁的簪子啊？哎，我回去问问吧。菊儿，菊儿，刘夫人，你看见了我簪子没有？我掉地上了，不知道是哪个贪心的人捡走了。让我找到那个贪心的人呢，我定好好惩罚他。菊儿，帮我留意一下啊。衣服送给你。哎，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哎，不贵重，都是旧衣服，正好配你捡到的那个簪子。刘夫人，没关系，我都知道了，簪子是你捡到的。其实啊，我和你们家小姐是结拜姐妹，咱们也算是自己人啊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告你的状的。其实啊，这样好了，以后我需要帮忙的，你就别拒绝了。你们家小姐呢？哦，她在帐中。走。嗯。小姐，刘夫人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姐姐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去洗温泉，当然趁早啊。洗温泉？是啊，听说有个美人泉。水质特别好，陪姐姐一块儿去。嗯，妹子，姐姐一个人去洗多无聊，你待着也是待着嘛，出去散散心吧。我还是不去了，我怕一会儿向郎回来见不着我，会担心的。小姐，我听说洗过温泉啊，会使皮肤又细又滑，您还是陪刘夫人去吧。既然姐姐一番雅兴，那我就陪您一块去吧。太好了，咱们一块去洗啊。嗯。妹子，就是这儿，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。妹子，你看这环境不错吧？嗯，真的很不错啊。可是要是一会儿有外人闯进来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应该不会吧。小姐，你就放心在这儿洗吧，一会儿我给你们看着。那你放心了。嗯。妹子，这水可舒服。嗯。
在这里泡泡温泉，真的能让人解忧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去摘一些草药回来，听说放在水里疗效更好呢。好啊，我去去就回。哎，你这是，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你啊，自己看吧。女人洗澡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别着急呀。女人到底是谁？这还看不出来？这个呀，就是沛公的新欢。妹子，你别生气了，姐姐向你赔不是就是了。姐姐快别这么说，我没有生您的气啊。君儿，你也真是的，我就离开那么一会儿时间，就出了这种事儿。还是别再说了，我想快点回去。君儿，咱们走吧。苗一，苗一，向龙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醒来就好。幸好只是擦伤了额头，受了点惊吓，我给他开一剂安神药也就没事了啊。谢谢郎中，哎，我送你。好嘞，啊。苗一，没事吧？真感谢老天爷啊，妹子走出来是平安无事。是，虽然只受了点轻伤。大家还是挺关心你的，以后小心点。才不是呢，当时可危险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小姐的容颜就不保了。你还说，我让你好好照看小姐，你怎么会让她受伤呢？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的怎么就突然闯过来了。女的？哪个女人这么凶悍啊？光天化日之下还跑出来害人呢？就是那个曹夫人。这还得了啊！曹女。曹女，这姓曹的女人实在可恶，我一定要把她。向郎，算了，现在我已经平安无事，你就不要去找她麻烦了。可是她，你就听我一次嘛，好吗？好吧。不要，不要。不要！不要！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我刚才目击那个女人，又想来害我了。小姐，
没事的，不怕，你只是做了一个噩梦，不怕不怕。君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没事，你干嘛哭啊？啊，小姐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，小姐，一切，一切都是因他而起。我想姐姐不是那种人，你一定是误会她了。可是，我觉得她心机很重。不要再说姐姐坏话。以后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再瞒着我，知道吗？君儿知道了。好了，你快去睡吧。小姐，你也睡吧。妙一，嗯，你们得留在这儿。什么？向郎，你说什么？这次我不能带你同去。君儿，啊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好小姐。张恨这次非泛泛之辈，而且他坐拥40万大军，没有把握的仗你也要去打？你是想为叔父报仇？就算死，代天之仇不能不报。兄的来给你送行了，多谢义兄啊。义弟今日要去迎战的是秦军的主力，咱们俩是兄弟一场。你走了以后，我自会留在彭城。你嫂子她……小弟感激不尽。义兄，嫂嫂，我们就此别过了，出发。向郎，向郎，我知道此战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但是你一定要回来。妙一生是向家人，死是向家鬼。妙一，妹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向将军，
我和于军是结拜姐妹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多谢大嫂。走。廖毅，自己保重。去。现在呢？小姐，于姑娘，于姑娘，大王，妙玉不知大王前来有失远迎，还望大王见谅。哎，于姑娘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哎呀，真巧啊，我们怎么在这儿碰上了于姑娘？大王，怎么突然这身打扮了？又想溜羊了，于姑娘，你看，这像不像我们第一次初遇时情？那时的米心，只不过是个赶羊的，有幸遇到于姑娘，才改变了寡人的命运。不然的话，恐怕到现在米心还只不过是个放羊的呀。大王此言差矣，解救大王是相吉将军的功劳，与妙玉无关。小羊怎么受伤了？于姑娘，寡人想求您事儿，不知可不可以？什么事？你看，这小羊刚刚摔坏的腿，还请于姑娘能为他诊治啊。好啊，我把它带回家，治好之后再还给你。真是太谢于姑娘了。大王，庙已经出来好几个时辰了，我怕家人惦记，还是应该回去了。大王，妙玉告辞了。哎，玉姑娘，来来来，大王，请啊，雨欣，请听。大王，哎，玉姑娘来了。哦，玉姑娘，于姑娘来的正是时候。大王，小羊羔完全康复了，我来把它送还给您。真是太谢谢于姑娘了。来，把它送回去。那妙玉告辞了。哎，别别，于姑娘，寡人今天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走的，一定要留下来，接受寡人对你的敬酒。大王的好意，妙玉心领了。妙玉只不过是个柔弱女子，哪有什么能力帮助大王啊？请容妙玉告辞了。哎，于姑娘，寡人今天一定让你留下来，请。啊，钟爱卿，今天请与我一同敬于姑娘一杯。于姑娘可是寡人大救星，没有于姑娘，便没有寡人的今天。我们一同敬于姑娘一杯啊！没有大王，就没有我们今日啊！大王应多谢于姑娘才是啊！哦，对，我看呢，大王应许身以报才可呀！啊，上主国言笑了，世间哪有男子许身女子之意？那于姑娘许身大王也一样啊，也可尽表大王一片之情啊。啊，好，以臣之见，大王对于姑娘如此情意，不妨将于姑娘立为储妃，便可以与于姑娘共同分享这份福运，坐享天下。啊，
于姑娘，果儿今天要和你共同演的这杯酒。这，哎，对不起，大王，我家小姐今天身体不适，这杯酒啊，菊儿代劳了。这，是啊，大王，妙玉今天有些不舒服，就让君儿带妙玉喝了这一杯吧。小姐，酒已经喝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啊，大王，妙玉告辞了。哎，于姑娘，于姑娘。武安侯，刘季不知大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大王恕罪。武安侯请起，众外行免礼。武安侯，寡人曾经说过要亲自为你送行，怎么也不等寡人一下就提前出发？刘季感恩大王的信任，更是为大王建功立业心切，所以才急于出兵。好，好，那寡人就预祝武安侯早入关中，兑现于寡人的诺言。刘季时刻铭记大王的约言，此行一定不辜负大王的信任。嗯，于姑娘，于姑娘，你这是去做什么呀？妙玉早就和刘夫人结义金兰了，知道姐姐和沛公要远征，担心姐姐一路上没人照顾，所以。于姑娘心意倒是好的，可是这行军途中可是困难重重啊，你个弱小女子，万一……哎，大王多虑了，我的千军万马保护于姑娘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于姑娘伤一根头发的。既然武安侯这样誓言会保护美人，那寡人也不必多说什么了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大王，我等要出发了。好，那祝武安侯早入关中，旗开得胜。多谢大王，告辞了。嗯，大王，妙玉也告辞了。妹子，妹子，妹姐姐，什么事啊？过来陪我说说话呀。好啊，马上过来。什么事？我没听见有声音啊，小姐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不可能，我没有听错，刚才就是这里发出声音的。要不我去看看。妹子，是我。啊，是姐姐啊。姐姐，你稍等一会儿。你不方便就别出来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小心夜里有狼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劝你啊，千万不能碰虞姬。不是说吗，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
你想打败项羽，就让他们好好的儿女情长，让虞姬的柔情消消项大将军的火吧。我们兵不如人，将不如人。宋义为上将军，却贪生怕死，更图荣华富贵，竟暗自与齐国勾结，拖延战机，拒不发兵援赵。见寡人捉臣项羽，立刻斩杀宋义父子，不得抗命。钦此。在上，诸位神明，请保佑我的项郎出战得胜，为叔父报仇，平安归来。妹子，姐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妹子，如今宋义已死，项将军已经大权在握，你可以去找他，和他团聚。不，我不能去找他，现在危机四伏，他必须要专心打仗，我不能让他为我牵挂。妹妹有一件事情想拜托给您。你尽管说。我要留在姐姐身边，直到项郎回来。如果万一项郎没有回来，那就请姐姐替妹妹找些毒药来，成全妹妹的清白之躯。傻妹子，姐姐。好，让不让人睡了？睡吧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这么吵，怎么让人睡呀？不行，我得叫他们小声点去。君儿，啊，你安静点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以为是在我们自己家？那又怎么了？要不是咱们项将军借兵马给他，他刘邦能有今天呀？不许胡说，快点睡觉吧。听见没有？还不躺下。
是我，与姑娘，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魏公，你喝多了吧？没喝呀。小姐，又做噩梦了吧？小姐，快睡吧。嘘，美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天天都在想你，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啊，我就坐立不安。 不是我要是看见你呢，我就感觉到一份痛苦，我就会多一份折磨。于姑娘，你答应我吧，啊！君儿，君儿，别叫！哎，沛公，你干什么？于姑娘，你就成全我不行吗？沛公，你放尊重点。嗯，好，你假装喜欢我行吗？我，你心疼你的阿邦哥。梁姬，好的。你不要脸！ 君儿，你从小就跟着我，我没能好好的照顾你，反而令到你蒙受了那个奸人的侮辱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不好，不，小姐，鲁邦实在太可耻了，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刘夫人去。不，不要，小姐，这事儿不能让刘夫人知道，要是让刘夫人知道的话，将不堪设想的。 夫人，这怎么了？人呢？你麻烦来了。报告，何事？一带着君儿骑两匹马逃跑了。谁急？在。带匹人马，马上追。是。追到了，杀了。 小姐，前面好像有户人家，咱们不如歇歇脚去吧。小姐，里边怎么有这么多女孩子啊？她们怎么全都被绑住了？哎，快醒醒啊！醒醒！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给人家绑着的？<笑>
想干什么？小姐，你哪来的美女啊？竟然自投罗网！您二世的孙子还真会玩啊，什么都有啊。哎，过来，这什么？这怎么用啊？哎，报告，我找个女人问问你。好好好，哪有？咱不知道不等于没有啊。听说啊，秦二世养女人比养天上鸟还多。这么大的阿房宫，我就不信找不着一个小娘们儿。好，找去找。哎，老婆，嗯，来。妹子，妹子，我知道你在这附近，是姐姐啊，快点出来呀，姐姐会保护你的，别害怕。妹子，妹子，你在哪儿啊？妹子，夫人，看见虞姬了吗？虞姬，她也在宫中吗？去把她找出来，不能走漏风声，尤其是沛公。是，找到就把她杀了。小人知道。
说哪儿得来的？此匕首和信是吕雉叫末将交与项将军，他还说这与于姑娘的性命有关。妙意应该安安好好的待在彭城啊，难道他现在已经落入了刘季的手中？末将不知，因为没有见过于姑娘，又担心于姑娘之安危，所以末将对刘邦等人才会赶尽杀绝。妙意没死，妙意没死，妙意没死。吕雉说他在咸阳，在咸阳。好，全军准备，马上进入咸阳。一定要把你找回来，就算是把咸阳城翻个底儿朝天，妙意也要回到项季的身边。